来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《独一无二》Vivi。好，谢谢，来一首轻松的歌曲《独一无二》。秋春天秋嘛，就好让各位在座贵宾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天天开心，天天都能够赚很多很多的现金。你看我讲起来都心虚，我无可能在讲台语啊，对不？你愈讲愈心虚是安怎嘞？紧张紧张，哎呀，紧张起来，看到我很紧张吗？不会，其实我蛮好玩的、啊。你看起来蛮难相处，看起来该拍到底其实袂歹，我该好耍了，真正。你先看嘛。你先看嘛，如果你问问啊，你问看我，我好好耍，我外好耍诶，开玩笑，对吧？吼，通常拢是我好耍诶，啊是哦、喔，来变做你好耍。诶，咪主，你可怜你知无？主持人久无人耍来想啊，你讲安尼，开玩笑，你知道主持久哦、喔，我一直希望就是希望被访问，你知道吗？哼，不然的话你访问我一下，我得聊。好，来开玩笑啦，我们的 Vivi， 我第一次碰到你，对不对？第一次吗？还是第二次？歌手第一次啊！第一次啊！对啊，歌手第一次哦、欸、歌手第一次啊！对对对啊，对嘛！我想说奇怪，那好可怜，对吧？哦，没啦没啦没卖啦哈！哈，什么？AI 哦，哥哥，
我老实讲，这双鞋啊是我上爱一双鞋啊。这双鞋啊是我最矮的一双鞋，我没有再矮的了。这双不高，19而已。我22的在台上啊，在车上你们要穿吗？有这双鞋我上爱，我台上最矮的鞋，我没有再矮的了。再矮的对我来说就是拖鞋了。对啊，我前两天鞋子坏掉，你知道吗？我穿一双16公分的在台顶主持，我多心虚啊！我都感觉奇怪，我来穿一双1000多在台上这样子。安全感。对，其实19公分的还好，19公分穿起来都已经不像高跟鞋了。对，你要试试看。我不用了。不不。我今天过关都没啦，我鞋啊大概我的鞋子有19的、20的、22的。那最近在看一双26的，正在看了，正在看，对对对，还没有很冲动啊，对。没啦，哎，你不知道，你知道我做主持就是这样，年纪大了才会当主持，你知道吗？对不？那不然有一天我如果主持没办法做啊，我可以去踩高跷啊，是不是？你说我为了我未来的我是想你懂什么？开玩笑，对不对？我学一下民俗技艺嘛。好了，来开开玩笑哈。哎，他都话嘛是一个台语白练登的，今天嘛是台语白练登的。但是呢，听说台语歌拢真好唱的，对吧？对吧？算还有标准，还可以啊，真的哈、哦。我跟你讲，我慢慢听。像刚刚我们的 Judy 啊，我就因为他赶场，我就不好意思问他，他唱那个《心灰灰》有没有？你来看，你会唱《心灰灰》吗？你来看我的什么？为什么？对啊，对，因为他都唱，你来看我的手，好不？我都唔知伊的手伫倒位。对，嘿，你来看我的手，好不？我都不知伊的手伫倒位。你来看我的手，好不？是手，唔是手。我是讲伊是塔口哟，我讲手。本来想问他，想到算了，赶场算了。后来来唱歌啦。非常的大哈，咱这个啊，这个惠阳宫哈，咱今啊真的是神来进入万天堂哈。来，这个继续带来第二首好听的歌曲，再带来一首轻松愉快的歌曲《眉飞色舞》。来听舞曲《眉飞色舞》，他跟这就我们签约了。
改变服装造型，带来好听的歌曲，带来这首关于老歌新唱，我不知我爱你。Come on, baby， 每当我的心里想起你，你是否？